像《Muri Bayasa》，它在非洲是一首非常传统传统的一首很传统的歌啊。然后呢，《Muri Bayasa》什么意思呢？《Muri Bayasa》它就是心想事成。然后在非洲的话呢，如果有一个有我看在座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小姐姐们啊，如果在非洲，如果你们想许愿，你们就会去许一个心愿。那你们心愿事成的时候呢，就会去打《Muri Bayasa》这首歌，而且在非洲全村庄的人都会来陪你打《Muri Bayasa》这首歌。所以这个是这首歌是心想事成的歌，送给在座所有的大家。然后祝你们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端午节快乐。好，下面这一首叫《Fatuyo》。Fatuyo 的话呢？好，Fatuyo这首歌是来自于塞内加尔的一首儿歌啊。然后这首歌的话呢，我们看今天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在，这首歌是送给小朋友的啊。刚才的那首歌是送给我们的小姐姐们，这首歌是送给小朋友。Fatu，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在非洲啊，她特别的热爱大自然和小动物。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我是发兔，我是美丽的小发兔，我特别喜欢大自然和小动物。我做梦的时候呢，都会梦见跟长颈鹿还有狮子、大象一起跳舞啊。发兔哟，送给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巴拉宽讲的话呢，巴拉
plus 在非洲是河海的意思，然后 plenja 呢是长脚鸟，在非洲啊，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了这个，你如果能看到那个长脚鸟啊，在非洲它就会给你带来好运的象征。在我们中国是看到什么鸟会带来好运的象征，你知道吗？好，中国看到什么鸟是好运的象征啊？或者有喜庆？是什么？喜鹊，对不对？是什么？喜鹊。哎，对了，喜鹊啊，在非洲也是一样的啊，他们看到那个长脚鸟他们也会很开心。好，我手上的话拿的是一个葫芦啊，这个葫芦特别有意思，在非洲他们葫芦很大，我们都是这么小的葫芦，一个大一个小，但非洲的葫芦可以长到这么大。然后呢，在非洲他们很聪明，他们会把这个皮绳绑到这个葫芦上，下面穿的是贝壳，然后当这个贝壳跟这个葫芦在碰撞的时候会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然后这个就是在非洲它是一种乐器啊。等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玩这个葫芦，但是呢把这个葫芦倒过来，它可以当一个葫芦鼓来打，特别有意思啊。好，巴拉库兰讲。好，大家跟我一起拍手好不好？大家跟我一起拍手啊！欢迎我的，我听不到吗？Bye.
掌声都是献给你了，掌声可不可以再热烈一点呢？好，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会，如果庆祝的时候我们喊哇塞哇塞，里面喊耶，好不好？哇塞哇塞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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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哇塞耶。你喊哇塞哇塞好不好？好，我们找个帅哥喊哇塞哇塞，哇塞哇塞耶，哇塞哇塞耶。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好，下面这首歌叫 Lolo 啊。 Lolo 的话呢是天上的星星，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们天黑了以后我们就能天上就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啊。 Lolo 这首天上的星星的歌送给大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好好好。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大宝老师。嗯，哎呀，好像欢呼声不够热烈啊！大宝老师喊一下，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大宝老师，你要再热情一点，你不热情，观众也热情不起来呀。嗯，我也。应该有个话筒，你不用。主要是想着我声音太大了，怕吓到大家，所以没关系的。你热情了，大家的声音把全金猫的楼给掀了，怎么样？热情其实也是可以很温柔的，对不对？我长得丑，但是我很温柔。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酝酿一下情感，酝酿一下情感。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好，为什么要叫这么大声？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美女引出来。这个是 Rain 啊 ，Rain 的话呢，他在我们就是那个俱乐部的话，他是我们的那个学员，但是呢，他今天打得非常的好啊，他也在我们的这个拉比拉西天曼丁鼓舞乐团的预备成员里面，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乐团很难进，是需要考核的。他已经跟着我们排练了差不多有小半年、大半年的时间了啊、但是还是需要考核才能进我们乐团。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这个新天地艺术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盛装的美女出来为大家表演节目，大家说喜不喜欢？喜欢。来，掌声来一点好不好？叫搜搜啊，人家已经人家已经名草有主了啊，所以姑娘们，这首曲子叫《杨凯里》，杨凯里送给你们，但是呢，你们可以看看你们周围的帅哥，然后帅哥可以看看周围的美女，但是这个帅哥已经名草有主了啊，他媳妇儿特别漂亮。哇，好棒！哇塞哇塞！耶！啥意思？哇塞哇塞！耶！祝你呀嘛哈查嘛，祝你呀嘛，祝你呀嘛哈查嘛，祝你呀嘛，祝你呀嘛哈查嘛，祝你呀嘛，阿我们共度的岁月，祝你呀嘛。祝你呀嘛哈查嘛，祝你呀嘛，祝你呀嘛哈查嘛，祝你呀嘛，祝你呀嘛哈查嘛，祝你呀嘛，爱我的共同的爹娘，祝你呀嘛。
我是 Vivi。 哦，好漂亮啊，谢谢。哎，好像是熟人啊，这个人我好像认识嘛。啊，最后一首歌呢叫 Julie 的话呢是来自于这个萨拉利昂的一首面具，这个面具很特殊啊。然后这个面具的话为什么会特殊呢？因为这个面具它是一个跟女性有关的面具，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的面具。所以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因为这个面具只能男人跳，所以呢这个面具舞它是由男人穿着女孩子的衣服，戴着女孩子的这个面具来跳的舞蹈。为什么不能女孩子跳呢？因为他们那边规定就是只能男人跳，所有的面具舞蹈都是由男人来跳的。所以即使这个面具舞它是跟女孩子有关，他会穿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的衣服，戴的面具也是少女的面具，但是呢他必须是一个男人来打扮这个少女啊。朱蕾，谢谢各位观众跟我们共度了自由欢快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往这边的话7:45还有南美洲的表演，8:15在那边会有欧洲的表演，也欢迎大家去探索。谢谢大家。